天再次让各位乡亲担心，谢谢大家。涉犯贪污罪被以80万交保后，宜兰县长林姿妙首度露面谈话，一开口就哽咽落泪。现有人天天待在高级的会馆里，成天的饮宴招待，瞧事情不用勤跑基层，不用倾听民意，等着收割这样的成果，轻松面对年底的选战。对于卷入弊案，归咎是政治操作，话锋一转，林姿妙又变成林妈妈对儿女道歉。对手的目标就是打击妈妈，连累了你们，非常的抱歉。女儿一林，大儿子一红，幼者泽敏，妈妈没有保护的好你们，让你们受到这样伤害，对不起。检调在追县府弊案，包括林姿妙女儿林忆琳、儿子林佑泽都成为约谈对象，女儿一度遭声压，最后无保请回，儿子则因为和前立委杨吉雄涉嫌灭证200万交保，都被检方点名犯嫌重大。恳请司法尽速完成调查，还给姿妙清白。林姿妙大声替自己喊冤，但对于被点名的弊案，以侦查不公开为由，不愿多谈，也不接受提问，除了哽咽和眼泪，也留下更多问号。三立新闻黄国瑞、林淑贤、张志豪 SNG 小组宜兰报道。